南沙参，南沙参呢，大家要记住，它的质地非常的松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南沙参的断面哦，它的是质地非常松泡的。所以南沙参它也有一个别称，叫做泡参。木香的到底产地在云南，它的断面的形成层呢是形成环是棕色的，有放射状的纹理和散在的这个褐色的油饰，它是气香特宜，味微苦，木香木香嘛，所以它的气味是非常香的啊。白竹，白竹的道地产地在浙江，它是著名的浙八味之一。除此之外呢，安徽也会产白竹。它呈这种肥厚的团块状，有瘤状凸起和连续的皱纹和皱沟。它的断面是淡白色的、黄白色的，有的时候会有角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产地当中，有的时候会把它烘干，烘干的温度有一些高，所以就会呈现角质样。被烘干的白竹，我们把它叫做烘竹啊；就直接晒干的白竹，我们就叫白竹。气清香，白竹是气清香的。